英国饮食权威杂志《餐厅》公布2012年全球50大最佳餐厅排行榜啊！咁呢个被誉为饮食界奥斯卡嘅奖项咧，就由喺丹麦嘅新派北欧菜餐厅 Noma 夺得三连冠噶。呢间餐厅出名风格简约清新，以天然地道嘅食材加上无限创意做卖点。而第二同埋第三位咧，同上年结果都系一样，两间都系西班牙餐厅。其实呢50大餐厅咧，多数都系喺欧洲噶。咁亚洲就有6间上榜，香港都有1间。而呢个排名系由全球唔同地区超过800名厨师啦、餐厅老板、饮食记者同埋专家投票比分噶。咁个权威性咧，可以话系力压米芝莲指南啊！